大家好，我是安董，欢迎来到客厅 Shotgun。 我们今天呢要带来专辑里面的一些歌曲，还有我之前的一些创作。那我也发了一张《顺着海流》这张专辑，希望大家喜欢的话可以去听一下。那第一首歌呢，唱给大家的是《大眼睛》，那这个很适合给有情侣的朋友们听。里面最后一句，希望你们都会很喜欢。好。OK， 等一下，干了一下，这个刚刚没有吧？好了，然后就往下。是吧？少上一段吗？没有没有没有，刚刚中间有一点小吐槽。应该还好吧？没有听出来。真的哦。你要再一次吗？没关系，我就一直走下去。再一次就再一次，没有关系啊。真的吗？真的没有关系。好，听起来 OK 啊，我听起来 OK 啊，真的、啊、哪里有错？我后面有一段唱错词了，这个世界上只有你知道。OK 的啦，再来一遍没关系，但是要干一杯。
好，那我赶紧被带，太累了吧？那我一定要再来一次。唱错一次，唱错，那我现场版这样子。好好好，那我就走下去。OK， 谢谢大家。刚刚那首叫做《大眼睛》，最后一句有一点，鸡皮疙瘩。对。OK， 下一首歌呢？下一首歌是我第一张专辑里面的《烂苹果》。那这首歌其实是在讲一个放松的心情，就那时候可能在家里待太久啊，然后有些事都不太想做的时候。的那种心境，想要放空啊，想要放空。对，有人说听得很像吸毒啊。MV 也看起来蛮像，有点像。这个剪掉。OK， 那我们带来这首《烂苹果》。想用酒来解忧愁，飞走。
OK， 这首歌叫《烂苹果》。嗯，好。OK， 那这首歌呢收录在第一张专辑里面《四物招灵》，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，也可以去听一下。OK， 我们接着回到我们的第一张，也是我们今天的最后一首歌。这首歌呢，是我用我妈妈的角度去写了一首关于母亲的歌，对，写给我妈妈的歌。那希望在座的各位朋友呢，如果听了很感动的，可以分享给自己的母亲，然后可以在母亲节的时候给他们听，相信一定会非常感动。带来这首歌叫《妈妈说》。傻眼呢，这样也可以错。OK 吗？哦，好。好，来。总牵着你的手，你看你穿的拖鞋又穿相反了，小朋友买了你爱的糖果，你开心地对我说，下次换你买给我，祝好长大
是我的小朋友，记得回来时要对我说，你永远永远永远爱我，这样就足够。谢谢大家。如果有喜欢里面的歌曲的话，记得去搜寻安董《顺着海流》。希望大家喜欢我的专辑，拜拜。客厅沙盖。